刷不出来月神，也没事。猩红、月神都可以玩啊，这。卡牌就不要了，我上个大树吧。我们虽然什么羁绊也没有吧，啊，但我质量还行吧。我啥羁绊我也没有。跟我玩天神下凡是不是？刺穿他们。前期决斗大师会猛一点，来俩决斗大师。在月神不得保血呀，不得保血打后期吗？这谁呀，这是，哎呀，发生什么了？这伯爵咋的了？伯爵哪有伯爵呀？伯爵说我下棋的时候叫你们别说话。这个拿还是不拿？这个是猎人，猎人也能拿呀，猎人拿猎人呢，这不无敌了吗？这全给我撇了，这完了，没玩对。呀，上错了！哎呀，这升不了星！哎呀，我操了！不对啊，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这不对。那我们这恶飞流失是不是也有点无敌呀？无敌呀，这呀！恶飞流失，一二三四五，哎呀，故意的？怎么就故意的？我为啥要故意的呢？我就没明白了，这对我来说有什么好处吗？先羊刀还是先银血剑吧？对我也没好处，我老故意的干啥呢？锤石真漂亮啊，锤石是真有点好看的。这把这月神不无敌了吗？我决定不上千牛了，我先上个小胖子吧，要不然装备卸不下来呀。这
四星厄斐琉斯好像整不上去呀、啊，我得整三个三星，我才能让厄斐琉斯升到四星吧？这有点难啊，这不好升啊，这都得给他升到三才能行。火炮好吗？先拿羊刀吧。月神天选，那我厄斐琉斯都来了，那我咋整啊？那都来了不要了，撇了还能？我上把那都什么狗屎运，整个月神天选，这把还能整出来了吗？哎，这回他就能升星了。让水友别拿，那水友不可能拿，水友就他们都不玩，他们怎么拿呀？厄斐琉斯攻击距离是890。得要羊刀，来大棒！哎呦我操！卖了，不卖了，这么地儿吧。要想拥有四星厄斐琉斯，那我们就首先就这样，我们就把所有的月神全升到三星，这样他不就有四星了吗？对不对？哎，我全都要。那你弟呀，你着啥急呀、啊、你这着急下崽儿啊，还这有什么好急的呢？不要着急，上脸啥呀？再不地就没了。为啥没了呀？不会没的。你不攒钱，你是不是没玩过云顶之弈呀？那没有钱那咋地呀？那都给地没了，后边一块一块花呀。那这有什么好着急的呢？对不对？别急啊。呀，还给我整俩福星呢，老福星了。
色庄尼儿。小月不用，小月不用，现在没东西拿呀，这么地儿吧，拿就拿吧，没关系，能生就让他生了。今天就让你们见识一下四星的厄斐琉斯，三星厄斐琉斯现在都有点无敌了。呀，上来他妈大棒子就让人给拿了，哎呀，这俩硬选一个吧，要不这俩也行，这四个咱随便选一个啊。青雨儿，火炮吧，火炮好像不用动它。完了，摁错了，哎呦！这也太难受了，这。差个福星。拉倒吧，拉倒吧，算了，别扯犊子了。这攻速也给你吧。哇，哇，哎，厄斐琉斯！哎呦，这滑板鞋攻速有点猛啊。哎呀，这波输的不太应该啊、哦！英雄们有一定几率在你的商店之中，这怎么是这个鸡呢？是鸡巴的鸡呀、啊！马上我们的月神就要全删了啊！姬发，没听过姬发这个人吗？没用，我这厄斐琉斯就是无敌。明不明白什么叫无敌？传送门肯定是不行。厚实表皮，所受伤害来源减少我60点。不行了，世界名画了。无敌了，给个大棒子来。大棒，漂亮。哎呀，这应该和巨杀的。要不要为了塞拉斯和皎月再递一递呢？可以再递一递，我觉得现在我们已经有点薛飞是有点是无敌了，先。
对，塞拉斯有斗士。哎呀，塞拉斯有斗士，还得上个狼人，这有点难搞啊！这塞拉斯就一直挺烦人呢。别在那甩了，行不行？这塔姆也升了呀！其实我要一直拿塔姆，塔姆都三星了，全是塔姆。上个闪猎人，你说去哪？这完了，这塞拉斯一个没有啊，咋整啊？太猛了，这个菲丢斯太猛了，我再来个三星皎月，我就给你们见识一下四星皎月，四星厄斐琉斯是什么样子。来了，塞拉斯给我下来，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四星厄斐琉斯。塞拉斯呢？什么监狱都关不住我。正在觅食。四星了。听，升级。绿色的，见没见过？没见过吧？可怕。小小人马在我四星厄斐琉斯面前只能是个弟弟，没用。还有，四星了。我们猎人是主 C， 前排稍微给点其实就行，给狼人装备吧。拿腰带吧，没啥拿的呀，这塞拉斯再不来就没了。我操，塔姆都升了，这是纯毒狗啊，这是啊，三星都在。上不去，不能上。三星武器大师没用，那厄斐琉斯只要突突一下就死，这个虚区已经是无敌了。塞拉斯可以爬了，塞拉斯不能爬。把两位英雄拿了，塞拉斯得升啊，拿个努努。
这俩上不去，一会儿再上，下波再上塞拉斯，然后开始升级。这小黄毛打我都不掉血，哎，为啥无法自盲啊？给我全收，兄弟！这也不行啊，这。塞拉斯差一只。塞拉斯差一个。差一个呀，老弟呀，我们七人口上一个狼人就是五个猎人了啊，五猎人四月神就正正好好啊，不是七人口，八人口，塔普三星上去吧，上去玩吧。随便给点吧，给我来个塞拉斯，我就升了。哟西，可以开升了，兄弟们。可以开升了。我们五个三星又独占一倍。你独占吧，我这装备先给个打工呢，给谁呢？你们一个一个跟我过来单挑吧你。呀，这咋带晕的呢？这完了，这让人寡妇斩杀了，这这装备我准备给狼人呢，不行，这样吧，我先给上一个，我们八人口上个狼就正好。其实这玩意儿呢不需要的，塔姆其实不用的，只要让我的厄斐琉斯他启动起来，那基本上就是没有人能活得下来，就是无敌。小月换狼，我不，我不，我就不，我三星凭啥？我三星我给换了，凭啥呀？不换。给个静止法衣也行，其实。给个小斗篷，给你个斗篷吧，剩个狂徒给狼人了，狂徒给狼人，然后一会儿再给狼人挑件装备，什么正义之手反甲了，这都可以，这都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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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狼人起飞了，狼人他是谁呀？他是这个吧，给我整个天神猎，天神斗士，狼人没杀了，这
个时候就得要鬼叔了，你知道吧？鬼叔被拿走了，那我们来这个。我们的飓风寒冰应该是挺猛的。启动太慢了，确实前排有点不太够，给个狼人就好了。没事，我们马上升上去了。有一个兄弟已经走了，启动的稍微的快点就好了，启动的还是有点慢，反正这火炮吧一般般，只要我的前排能顶得住那么就完事了，前排顶住，后排比虚区是不可能比得过我们的，这一排的这一排轮着，这轮着 A 一下，你这打多少血，17秒，这一排轮着，火炮换龙刀也行，能启动的快一点。他要50点蓝可以启动，他得 AA 5下吧，我估计。狂徒给狼人呢，狂徒，这玩意儿没用，这就是个屁，这还带格挡的呢，带格挡的，那有一星英雄打我好像不掉血，平 A 格挡。没事，死不了，问题不大。4星恶飞流失，拿个男刀，万一给我刷个狼人。我刀使终结这个了。科技枪给狼人，狂徒给狼人。这个枣给狼人，这个炉灯现在千珏是什么东西？杨凌跳离千珏的目标，不热呀？没有狼人了，怎么能没有狼人了呢？肯定有狼人。这不狼人吗？千珏吧，五猎人的狼人，我还没见过呢。这五猎人的狼人呀，死了，有点垃圾呀、啊！这，哦呼，别碰我！差一点，阿卡丽差一点就给我厄斐琉斯给我一刀扎死了，差一点。其实皎月可以撇了，
再给个狼人。谁需要来一记重拳？给个大树也行啊。别了吧，哎，别了吧，别了吧，别了吧。他这不行，那猩红跟我比后排肯定是打不过，有老头也没用，我这个飞流失贼猛，我这个飞流失都不用自己动去那种。我不那不行，那就该卖还得卖呀，这那能行吗？呢这都没有多少血了，我这是地了得了。哎，换个劲夫，冒险继续。我们要寒冰千绝，跟着狐狸。谁需要来一记重拳？我操，我连个屁都没递出来。这个忘给了，给你吧，就给你玩的吧。仰卧起坐了，给我把武器大师给抱走，快起来！感谢牧师接酒的飞机，谢谢谢谢。呀，手套被人拿走了，那我拿个啥呀？这是不是冥咒？完了，拿错了，这不是，这不是，一看这就不是。哪去了？装备呢？他是夜游。给个大棒子吧，努努努努上还是他上？你上吧，给你点面子。你要不行，我就给你换努努了。狼人咱就不要了，要个寒冰。哎呦，瞎子瞎子，把瞎子杀了，快快快快快，瞎子能把人踢飞，能给人踢出场外。被瞎子踢走的人也就永久的消失了。呀，不对劲啊，这不对劲，这咋没打赢呢？跟我拼后排虚区没拼过他。哎呀，这咋没打赢呢？寒冰呢？你往前点，寒冰，操！哎呦，锁一手，这波应该打这哥们，打他。这个被流失的位置好像不是那么很好啊。这能打过吧？可以啊。哎，刚才打镜像没打过，哼。来了，劲夫。刚才打镜像没打过，打人打过了。把塔姆给他放这儿一会儿，让他寒冰 A 着塔姆有减伤。
给点钱吧，峡谷先锋。谢谢中风的亚索，应该能给钱吧？哎，吸血，没有啥人要这吸血了呀。给寒冰啊，给寒冰吧，不行就。我操，又来个三星狼人，窝里克。你来，你把他爆飞，好吧，你把他爆飞。我这前排得多一点，要不然这前排顶不住，可能让他把狼人给他爆飞了。瞎子搁哪呢？上来瞎子就死了，没事，赢了应该。当我的劲夫在赢，这个玩意儿应该怎么办呢？谢谢中风的亚索的两个飞机，这个玩意儿该怎么办？让我的狼人与他的狼人会一会，会会的。我已经没什么能上的了，我们拿个瞎子上人口吧。先杀狼人，杀不了啊。杀不了，打不死啊。打不死的狼人。哎呦我操！哎呀呀呀呀呀！哎呀呀！哎呀哎呀哎呀！哎呀哎呀！啊！不行，三星狼人打不死，根本就打不死，你知道吧？我就没整过三星狼人，我们这狼人一直都两星，没有三星过，全是两星的。这六天神，你知道吧？带。